童秋白，我大老远的来新百乐城就是为了你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童秋白，你在哪儿？找我？他一心想要开一个侦探社，嚷着非要这新百乐城里第一名侦探坐镇。先生，你是？你竟然不认识我？他是三省联军总司令的儿子南宫硕。小白，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加入我的侦探社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也可以叫我小楠楠。南宫硕的贴身护卫翟星身手也是出了名的。翟星，你喜欢过人吗？喜欢过啊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。要不是他跟安平帮的大小姐宋苗苗早就订了婚，我国色天下的未婚妻，少跟我贫。我还真担心他哪一天就把你抢走当山寨夫人。干嘛你？青墨，他是谁啊？这是我们新百乐城有名的戏曲名角梅若兰。梅老板，人见人爱。多谢诸位，是在酸我。魏支书，青墨，我听楚先生说你学的是法医。我不害怕尸体。这是你喜欢的女人吗？别瞎说，这是我妹妹。你别误会啊，我真正目标是你哥。重要的是我知道谁是我心中的第一名侦探，正好来我的侦探社，你想查什么就可以查什么。这个是你说的啊，我绝对不会客气的。我一早就知道这趟出去肯定会出事儿，没有南宫硕办不到的事情。你明知道会出事还拉他去陪你啊？哎呀，反正不是我等不及，是小白等不及。说吧。小心！啊！南宫硕，英名一世，不过年纪轻，你有英年早逝了吧？你这朋友啊，要能断就尽早断了吧。只有你知道，千万别说出去。我总觉得他有事瞒着我们。有什么事情，等我到侦探社再说。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调查。侦探社也需要营业嘛？你也太死脑筋了吧！你这是逼我吃法饭吧？啊，你要一辈子怨我，我也认了。案子我会自己查下去。我是觉得，如果他不在乎你和侦探社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生气的教训你了。他说，他相信你。我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背负这些。我们都联手办案了，说明啊。我把你当成了共患难的兄弟。你的脑子里啊，就只有破案，其他的什么都占据不了你的脑细胞。你要招坏人吗？我就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在你的帮助之下，我觉得自己啊，像一个真正维护正义的侦探了。有你这么可靠的朋友，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这世界很酷。